主料，蜜饭200克，辅料，虾、盐、白醋、玉米、青豆、白糖、香油、料酒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青豆、玉米焯熟，大虾洗净，挑去虾蟹，拔去外衣，留尾巴和最后一节，加入料酒、盐，烧腌10分钟，烧水，焯熟，蒸米饭，放入盐、白醋、白糖、香油，搅拌均匀，凉凉备用。手上抹少许香油，取一部分米饭握在掌心，将虾放在中间，慢慢团成圆球即可。外面可以包裹几颗炒熟的青豆和玉米点缀。烹饪技巧：一、拌米饭有专门的寿司醋卖，没有可以跟我一样，放白醋和白糖，盐来调配。二、大虾拌团的虾尾和最后一节不要扒掉，最后露出来，好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